先继续关心的是，有300多年历史的五国王庙大天宫，祖先是服侍着神龙圣帝，李庙特别打造一辆纯金的金鸡神，要幸运的神德民众带回祈福平安。大天宫欢迎民众在春节期间到庙来行春点灯祈福。嘉义大天宫五国王庙奉祀神龙大帝，当时奉祀着神子卡的金鸡神，传说早年为民渡海。农业时代保佑农家好收成，生活富足，社会经济繁荣。每年的春节期间，信众拢会到庙感恩谢神求平安。大定宫神威显现，香火鼎盛。过年前后，大定宫有提供光明灯、财神灯、文昌灯，供信众祈求平安顺利。庙方也特别打造纯金金鸡神，要让参加的民众摸彩。最幸运的一名，会用去抽到一两纯金的金鸡神，早登去厝的必有平安顺利，运到大殿。另外，还有10位幸运者，会用去摸彩两钱纯金的金鸡神。因为这当摸到这个金鸡的，等于当真合家平安、爱福、行好运啊！啊，所以讲欢迎讲吼，咱贵家为持，大家来咱大殿中来拜这个神龙大帝。哦啊！但是这个不是干那拜神龙大帝呐，但是咱现今古上帝就是用大天尊哇来咧加来自咱大天宫做起安尼啊，所以讲欢迎咱正位神在咱大天宫拜拜啊，咱只毛古咱讲的红鱼咧请过。大天宫常务董事戴明山表示，大天宫伫过年尾前一天会迎接玉皇上帝大天尊到大天宫，甲神龙伏羲、轩辕、三圣帝来会面，一直到初九玉皇上帝圣诞，飞仙界受众虔信敬拜。啊，咱即卖玉皇大天尊呢是迄吼接受的是啊做显灵过上帝啊，所以呢，伊那是过年时吼，即个过年时该庆祝的是伊那来甲本宫吼，伊拢称呼皇兄吼，称呼三皇圣帝为皇兄。吼、哦、啊！伊呢啊，就参为着吼，即、哦这个过年时呢，伊拢留到本宫啊，参加奉兄呢吼、哦，来讨论天下事啦，吼、哦，啊，所以呢，伊到初九伊庆典的时呢，伊就去登上街呢吼，登、哦、上天吼，登、哦、上天。大天宫欢迎大家春节期间到庙行春，点灯祈福。除了有新春福地之外，庙方所打造的一两纯金金鸡神。要予最幸运的神德，早登去厝祈福平安。谢谢新闻蔡明东，感谢市采访报道。